3D 艺术，小柔跟大家来分享一下。3D 艺术它结合了绘画、摄影，还有展场的空间设计、电影的张力设计，以及透视学的一个方式，来打造成以 3D 的一个视角，将原本的一个样貌活灵活现的，就可以呈现在所有朋友人的面前咯。那接下来小柔就要为大家来诚挚的介绍一下与会这么多的长官贵宾，感谢他们长期来支持我们的文化推广运动。那么接下来首先为大家来介绍我们的指导单位，感谢我们的文化部，掌声欢迎我们的文化部政务次长萧中煌萧次长。次长其实昨天的时候就有来巡视哦，谢谢姚次长特别关心我们。接着小柔为大家来介绍，也是我们这次辛苦的主办单位，感谢中正纪念堂管理处林建善林处长，欢迎处长，以及感谢我们现场所有共同参与策展的团队跟伙伴同仁，谢谢处长，感谢。接下来小柔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这次的审查委员，也是公共艺术家蔡文祥蔡委员，是我们这一次展览的灵魂人物啊，谢谢老师，感谢。接下来小柔为大家来介绍的是我们这一次策展的创作团队，想象空间艺术工作室洪荣杰洪总监，欢迎总监，感谢总监。以及为大家来介绍协同策展人薛嘉和老师，欢迎。接下来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非常多的 3D 艺术的创作的老师们，包含了朱夏生创作艺术家，欢迎，感谢。等一下带大家一起来迎妈祖，对不对？欢迎，以及欢迎我们的庄真宇艺术家来跟大家挥手机，我们今天的代表也莅临活动现场了，欢迎，以及陈玉秀艺术家，欢迎，还有钟炳勋艺术家，欢迎。再次感谢我们这么多的艺术家伙伴们共同来为今天的艺术展打造。那同时也关心我们的文化艺术推广的李德维李委员，今天因为在立法院的院会，所以特别邀请了李菊芬小姐来代表关心之意，感谢。还有接下来小柔要介绍一下我们的何醋兵，我们欢迎中正区东门里李世宗里长，里长在这个地方，欢迎。里长，等一下回去后，那个哄上桃要记得哄上几类，好不好？我们这么棒的 3D 视角 iTaiwan， 从疫情开始到目前为止都是正常营运，服务不打折。所以我在这里，我想先给我们中正纪念堂哈林处长跟中正纪念堂的服务团队，给他们一个热烈的鼓励。3D 就是比 2D 多了一个维度，这个维度的话就是一个空间距离，如果我们透过立体影像的一个视角，然后把它投射到 2D 影像上面，这些美丽之外，我们也更希望来到中正纪念堂参观旅游的国外友人们，可以借由他亲身进去 3D 游玩拍照，来帮我们把我们台湾的美丽，还有我们台湾的深厚文化传递出去。三、二、一，三 D 视角爱台湾，三 D 艺术展正式启动，欢迎大家来中正纪念堂一起喜迎国庆，爱台湾，三 D 视角。好，再来一张了，我们请大家准备好你右手的一个大拇指，大声的告诉大家 3D 视角 I Taiwan 3D 艺术展赞啦。他在白天的时候呢，他只有那个呈现出台北都市的繁华跟热闹，他必须晚上的时候呢才能呈现出烟火的璀璨，那他在白天的时候是完全看不到烟火，他就在晚上的时候开紫光灯的时候还会看见。那这两种颜料彼此之间不互相干扰，也就是说在一幅画的里面我们会再藏着另外一幅画，那
也由于今年疫情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就是寄予一些新的祝福，2021年新年快乐，还有把一些烟火表现在台北101，来呈现台北的繁华与雄伟。如果你在高速公路塞车，你倒不如来这边哈，然后从101到垦丁，然后可以体验人文，然后山海跟宗教庙会，对，中正纪念堂一定要来，谢谢大家。三 D 视角爱台湾，三 D 艺术展记者会圆满成功，欢迎大家来哦，谢谢。